我现在来到这个金户神社，那这里就是以招财猫闻名的神社。然后这里好像也是新选组冲田总司就是中烟的地方，这里其实还蛮漂亮的。然后这里有石，然后要抚摸他的头。然后这边很多会马都是招财猫的会马，很可爱。那这里的石碑有写冲田总司中烟之地，然后是金户烧的发祥之地。然后这边很多这个小猫咪的装饰品。比如说这个，然后这边也有猫咪，有各式各样的招财猫。还不错的地方。